港呢一度开咗一个最新嘅 VR 密室解谜游戏啊，仲可以成班朋友一齐玩。今日就等我做先头部队，同大家率先试玩啦。喺旺角嘅 CGA VR 馆，位于地库，面积达2000尺，由 Ubisoft 推出嘅最新密室解谜游戏，分别系失落的金字塔以及穿越梅杜莎之门。游戏可以选择二人或者四人参与。开始游戏之前，要戴上眼罩确保卫生。游戏需时约45分钟至1小时，计落好抵玩。不过好唔好玩先？头先个游戏咧有一种咧一秒去埃及嘅感觉，好好玩，系我应该玩过最好玩嘅 VR 机。我觉得就游戏比想象中好玩好多啊，因为其实佢系有解谜元素啦，但系个难度唔会话即系太难，又或者太过容易嘅。不过要留意翻就系、是，其实就游戏除咗解谜元素之外咧，其实某一啲位即系嗰个运动量都几大嘅，例如系需要射箭啊，咁呢个位咧就好考你眼界。除了密室解谜 VR 游戏，还有其他 VR 游戏选择的，例如全球首个 VR 流动体验装置，它拥有5项独家专利技术，更克服过去玩家因虚而移动而产生头晕问题。玩家可以玩单人射击游戏，如果想同朋友体验 VR 乐趣，合家欢选择有射击游戏《野人战争》。另外有音乐节拍游戏 Beat Saber， 游戏画面比坊间的 Beat Saber 更优胜。想再刺激啲，有射杀丧尸游戏 Zombie Drill No Mercy， 佢更用咗机关枪改装，后坐力比一般枪强好多噶。至于想体验元素较多嘅，就推荐云飞拍散，可以同成班朋友一齐坐喺原桌，面对恐怖女鬼，台同地板仲有震动效果，相当逼真噶。最后记得临走在门口打个靓卡，可以揀心目中的金句来影相，咁就 fit 晒啦。